80几岁的高龄老人又做过一次手术，那么从21年术前术后这么大，变成了这么大，有变化要处理，说明肿瘤在生长。对，但是呢，80几岁了，他又做过左肺的手术，是个早期肺癌。对，他有 EA 还是 EB 啊 ？EB 是在一直在吃靶向药，说明靶向药对这种这是多原发的磨玻璃结节，一般来说吃靶向药。一半以上大多数是没用的，所以这个结节在生长对老年人来说要保守一些，所以我建议呢可以做那种消融啊立体定向放疗啊这种治疗。消融不是说像我很不稳定吗？老年人姑息性的这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不用切。对，但这结节呢你想继续观察也可以啊，安全的，因为我对比了一下跟去年变化不大，这是21年的，你看到吧，这明显长得很慢嘛。那你看我给你调出来去年的啊，给你，这是今年，这是23年的。对，23年啊，这样看10月份，对，就是半年前。对，这个也是也是稍微有一点，对，稍稍也是有点变的。